调酒师，我要一杯好喝的鸡尾酒。什么才算好喝的鸡尾酒呢？就像以前我在巴黎的丽兹酒店喝的那杯塞德卡。懂了，是要贵的。明白就好，贵才搭我的 level。 其实我可以调更贵的。塞德卡，请慢用。这个真是不错。这一杯是18500块，您是刷卡还是转账呢？啊？